们两侧边尽量往后退好不好？我们三太子骑着他的风火轮来了，掌声鼓励。下午我们看到一台电动的哈，这一台是三太子自己骑的哈，用他的双脚拉吧拉吧哦，拉进我们的正骨组团，还会三进三退哦，还敬礼哦，掌声鼓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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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太棒了。好，三太子，谢谢你来到我们正骨组团。忽然发现我们的神童是不是济公师父当秩序组管秩序的哈？土地公主他一慢，他叫他敬礼，不他刚刚七蕊哈。我们的济公师父哈，活泼可爱，然后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哈，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哈。可能是因为有酒精在作祟，对不对？没有一只不可以不劈腿。好啊，这个劈腿实在是绝招了，直接往前冲之后直接往下坐下去，这都是真材实料的哦。辛苦我们神童团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很辛苦，没关系，我们会用热烈的掌声来回报你们。以后全大戏的神童团看到我都会怕，因为全部都要劈腿，没有一寸不劈。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有时候拿两支箭的，掌声鼓励，先掌声鼓励一下。拿两支箭的是引掐太柱是大太子。那现在拿两支这个金刚锤的就是我们的二太子木猛掐李太柱那后方拿着乾坤圈，还有我们的火箭枪的，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哪吒三太子相传三太子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都是托塔天王李靖的儿子，那唯独是我们的哪吒三太子，因为年纪比较小，所以比较活泼，那因为年少轻狂就是说他的个性也比较冲动，所以有在我们龙王把他的孩子敖丙抽了他的龙筋，所以他的身上，我们很多太子爷的身上他的雕刻都会雕刻一条彩带在他的背后，那个就是相传从我们龙王的孩子身上抽出来的龙筋